好啦，喺呢个元朗站嘅知义出口落咗楼梯之后向右行，跟呢个元朗旧墟路行，再向呢个山背路行，大约行15分钟就到达呢个环水道。咁过咗环水道之后咧，我哋继续向左手边行，行去呢个婚纱桥，再行去呢个大草地，跟住再换呢，再沿呢一个锦田河一路行，咁就环绕呢个南新围一圈，咁啊出翻呢一个元朗站。元朗站的知义出口，即是东头村那边，我们过了天桥，跟着下楼梯，跟着向这个右手边行，行去元朗旧墟，再跟这个三背路行，那就会见到这个往这个环水道的地方。那我们大概行15分钟就到达这个环水道。跟呢个元朗旧墟路行，咁啊，呢度转入三背路啦。咁前面左手边有个牌写住呢个全港唯一嘅环水道吓，咁我哋跟呢度行入去啦。行呢度上边又得，行下边又得，行几分钟就到呢个环水道。咁我哋可以坐啲咁嘅街道过对面吓，对个面都其实都系几廿秒嘅钟嘅时间过到去噶啦。咁啊，船费系8蚊。咁啊，如果冇船行咧，啲水好静咧，可以睇到啲树嘅倒影啊，咁好似呢个天空之镜咁。咁我而家坐船过去，一上到去咧就系呢个南新围噶啦。咁上边有几个士多嘅，咁大家都可以食啲嘢啊，或者食碗豆腐花。
咁我哋一路沿左邊行咧，就可以行到呢、這個嗰啲電影拍戲嗰、那個啲啲千神木啊，呢、這個婚紗橋嗰邊嚇，同埋啲大草原嗰邊嘅。咁行去到大草原之後咧，好多人燒嘢食。咁我哋行翻上去馬路咧，可以左手邊或者右手邊都得噶。左手邊行翻去咧，就行翻元朗就近啲；但行右手邊就遠啲嚇。咁就大概係8公里右手邊。去到呢个大草陂咧，我哋可以向左或者向前边直行，咁啊上翻马路，咁向左行咧就系翻翻出元朗啊短啲嘅，向右行咧就系长啲嘅，咁就差唔多要6公里或5公里到啦。Thank you.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